为了改善河尾镇内北平的道路，大概拄着大雨和淹水的情形，彰化县政府积极向内政部研究署争取增建计划经费办理改善。目前已经核定的工程有两个，即马拢已经完成发包作业。彰化县政府会今日前往现场视察，希望工程完工了后，会当好这个所在袂阁淹水。河尾镇德美路大概拄着大雨，就会出现淹水的状况，予居民是相当的头痛。但是经过管府详细回勘了，发现周边的排水系统真复杂，而且水嘛毋是干那清污就当解决，需要通盘来检讨所有的排水设施，并且进一步来改善，才能真正解决淹水的状况。以前我们这里排水为什么老是积水？以前那个龙洲以前70几年就这里有个排水沟嘛。啊，排水沟现在已经建房子建好了，所以没办法排出去嘛。啊，我们这个地势是比较低，再加些足低，啊，低是等于讲你低一点，再一点能积水，这片能积水嘛。但是以前的计划我是不晓得他们怎么做了，啊，结果那上面的那个全部排水往这里倒，所以最拢积在这边家，啊，这里这地势土地一点灌水的，啊，所以他意思说你现在排水沟这边他是从河潭路要建一条那个排水沟，直到河潭路，直到这位河潭路这条，那排水沟都是正确的。很感谢彰化县政府哈，我们王县长今天莅临我们和美镇啊，这个德美路这边加一个啊，来解决我们这个啊淹水地区这情形啊。啊，伫加一个呢，咱彰化县政府呢，啊，甲咱中央呢嘛，争取中央伫咱这个一路干线雨水下水啊。这个改善的道路哈，后来争取990万哈，啊，今仔日啊，县长来会勘吼，啊，咱八月咱就要来动工，啊，动工了后呢，啊，伫这个啊河北里这边，加咱家下来积水呢，就改善一半，啊，希望呢，啊，咱伫啊九月呢，咱还佫一个一路干线呢，7000几万呢，啊嘛要来动工，这个经费嘛拢已经有着了，咱嘛已经发包出去啊，啊，咱。啊，目前先按这个啊，河北里这边再加潭北路这条哈啊，这个啊雨水下水处理厂，这个处理道哈、哦，咱本身呢，伫啊年头也加，咱都有在争取800几万，但是有来流标5届哈、哦，啊，咱尾啊，搁啊新闻甲管府讲，啊管府呢啊有搁来甲追加甲999万，啊，即马啊伫顶个月咱6月份呢顺利。啊，来啊发包啊，今仔来会勘呢，啊，希望会用改善这个啊河北里咱家来这个地区的饮水问题。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将请施工单位赶紧来施工，并且确保工程的品质，好这个工程会当发挥上大的效益，早日改善饮水的状况，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叫遮每一届也拄着大落雨，拢一定会积水哦。所以呢，县政府甲咱公所努力啊，要来甲即个最后的这段路甲啊解决起来。那伫咱即个去年，咱争取到咱的即个啊内政部营建署一条8000多万的即个经费。那最主要是伫中美路甲咱的即个道州路这部分啊来做相关的即个地下箱涵。那因为进行流标几落遍，到最近才确定招标出去。未来伊的工作时间大概要1年外的时间。那另外，咱第二阶段的部分，因为营建署啊补助经费较接较袂起来，所以原则上规个地下排起来应该要3到5年的时间才会去哦。那县政府就先用一个紧急的啊，争取1000万的部分，先把咱道路侧沟的排水先来做处理。哦，咱的这个水啊落雨落来，会先扣入去河尾的排水，啊，佮增加咱都市的一个防洪的一个这个标准哦。那而且嘛，希望乡亲佮予阮一点仔时间啊，整顿遮这个排水沟佮地下排，那予咱的这个排水会使一劳永逸来解决，啊，予咱的乡亲，莫讲逐届啊拄着风台拄着大雨，啊，都一定爱来疗水吼，啊，尽早来解决，我相信咱的才有一个啊快乐幸福的这个人生吼。德美路排水改善工程将伫咧8月开始动工，镇公所嘛提醒民众，到时道路将会进行管制，请民众经过这个所在时阵一定要小心驾驶。新竹华新闻李炳宏合璧采访报道。